大家好，我是金阳，今天提前把这红围裙穿上啊，咱们预祝黑客第二脚成功。现在赶紧把那个黑客跟那个雷姆放出来，为啥呀？现在已经开始下雨了，让他俩提前的完成第二脚。我没有淋着，我头顶上放了一把很大的伞，雨伞。好好活动活动，差一点，第二脚已经成功了。你看他又躺下了，又躺下了。雷姆，你现在跟谁学的？你看，哎呀，这雷姆。你一过去他又坐下了，这玩意儿拴上之后他往下坐还是自然自由吧，不管了。这是压力。来黑客，咱俩先出去，出去休息半场。来休息半场还正常休息啊。来黑客，黑客乐意啊。黑客回窝里去，黑客回窝里去，去去。哎，咋整？再给黑色黑色一次机会啊，让他让他继续。成功了，成功了。金阳，金阳准备牵引绳，给他拴上套上。气人我，你看又躺下了。哎，牵一会儿，牵一会儿，牵一会儿。没动。成功了，计时吧，8:08。哎呀，幸亏今天提前穿红战袍了。这次黑客跟雷姆搭配啊，太难了。哎，你看看这家伙现在是躺底下打滚儿，我都不知道你跟谁学的，我都想起来那时候跟那个谁，跟那个虎妞搭配的时候，虎妞都是那样往底下躺然后转圈。你这玩意儿你气人不气人啊？亏了我提前把红战袍穿上了，鞋也是红的啊，都给他映照这个事儿，我就上去，我就拿绳子给他拴上，扶着他一会儿，因为咱这福神这名号不能落下啊，有事儿咱就得上。这家伙为了他俩，你说容易吗？这个，有人说了，你应该出去，是应该出去，架不住这个母狗他太欢实啊，现在，啊，你看他这下来回乱跳乱蹦，现在是啥呀？新学会的往底下躺，嗯。新学会的，这样变红娘了。你看红娘就得穿红色衣服。雷姆，拿绳子勒着好受吗？啊，撒开你了啊！现在已经都10分钟了，我就不管了。这次雷姆和黑客搭配啊，确实把金阳都给累坏啊！你看看，我是手脚并用啊，他还在上面还在拉着脖子，然后底下脚那一块还防止他往下坐。你看看这容易吗？然后这个红围裙都穿上了，红战袍。以前又开始了，是不是？你看黑客都把你带跑了，都咋回事啊？还眯的，我就不说你了，你好好的行不行？雷姆，咱站起来。黑客，你能不能咬他两下啊？你看他是怎么回事？你得管教管教他。14分钟已经自动解锁，然后雷姆你高兴了是吧？这会儿欢实了，你看那样，看那样没？哎呀，我都不知道怎么去说你了，雷姆这次，啊？黑客是不是闪电的儿子？对，不是，别碰。没你的事儿，你把它拴起来。你是一点都不老实，我是一点都不给你吃。
给他挂上。不给你，不给你，给你了，不给雷蒙吃。奖励我们黑客一下，不让雷姆吃。雷姆这，我都纳闷了。第二窝吧，是吧？第二窝这一次很难，很难。昨天晚上在这个地方的时候，雷姆突然咬黑客，让黑客咬的他直接开了。